妈妈看儿超级准，有病用闻的就知道。我光这样跟他讲话，我闻到气味，我就说哥哥你鼻涕倒流。baby 其实不会讲话，对。那因为我就是把它换完之后，我就一闻，觉得这个尿味很浓稠，发现它是尿道炎。你妈妈真的照顾久了，就会久病成良医。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这是吴亚博》。本节目由娘家益生菌强效版 Plus 冠名赞助播出。